绝地求生系列之重力感应飞行器，炫酷的造型，强劲动力，炫酷灯光，产品配备重力感应手环式遥控器，摒弃了传统的遥控模式，解放双手，两种起飞模式，左按遥控器手指按键，飞行器指示灯快闪，倾斜遥控器即可实现不同方向360度翻转。红外避障模式，快速按压3次手指按键，指示灯闪3下，即进入避障模式。当飞行器感应到有障碍物的时候，即可往其他方向避让。当不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压1键降落按键，飞行器即可平稳下降。